还有精神病似的。上来就开疾跑，我也不知道干啥。啪啪，啪，觉得我是得虚张声势吗？嗯，你要干啥呀，兄弟？疯了是吧？是不觉得这洛克萨斯之手一级对拼是无敌的呀？这没办法了，这螳螂他妈二级就上来干干学个艺，我就不交闪了，拉倒吧。放松，伙计。给我打死他，漂亮，把他蓝 buff 给我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把他蓝 buff 打了，我到了我到了，王八，今天这个蓝不能给他啊，兵线我不要了，我今天不被你蓝给你打了呢。来，我帮你把这蟹打了。嗯，我帮你打，我不会抢你的，你放心。你给我个蓝 buff， 我还抢你东西，我那不是，那我不是畜生了吗，兄弟？先不回头啊，等着流血没了的。你要给我个蓝，完事我还抢你东西，我跟王八还有什么区别？我有蓝 buff， 哼，我无限撇技能。老螳螂啊，真不让人活呀！试试我吧。麻烦不断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这波我估计这落手要升六了啊。我们要跟他打得升六。他要升六了。
不要被他勾着，被他勾着估计够呛了。先去插个眼儿。觉得我是在虚张声势吗？好拼！他要能闪现把我大躲了还行，这波他能打赢。但是很可惜。他有闪现了啊，我们不能再皮了，我们得溜一手，然后我们也来个布甲还这一把。这不行了啊。溜了。这不能回家，这波兵我必须得吃。走了，回家了。有炮车给我扛，我估计我这波兵线回来还能吃得到，没事啊。不是贪啊，这兵线漏了，我们稍微有点亏。这蓝枪塔下补刀是真费劲，我发现这英雄果然只能打野。不如去打野，不如打野。打算不断啊，螳螂搁下路呢，那没事了，抽一下。打他蓝 buff 去，把他蓝给他打了。放松，伙计。哎，蓝没了，蛤蟆也没了。哎，我靠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抽一下，大！为什么这落手不找我拼了呢？
你好怂哦！我套个点烟你就不打了？你那疾跑200秒，我点烟180。又来人赶客了，来，给我杀，瞎眼吧！我这是纯爷们儿，小伙子。可以，我的小王八，这是真当我没有打野呀？我这一看呢，回家无敌了，星石了。算了，我们换个扫描吧，我就不带那个了。正好一会儿这螳螂来了，我还可以杀一波螳螂。出盾弓啊，怎么的了？出盾弓，不出盾弓，出什么盾弓？哪有穿甲出盾弓？麻烦不断。蓝 buff 有没有？我们先扫一下啊！谢谢你的小蛤蟆，来打个蓝 buff。可以。哎，来人了，没关系啊，来来呗。一过来，哎，瞎眼吧！大号天弹，终极爆弹，闪现啪 Q。小伙子，我这叫二速还，快速拔枪，啪！没有大号天弹哈，哎呀，蓝枪改版了，以前 Q 技能叫大号天弹。现在改成穷途末路了。放松，伙计。瞎眼吧！让你给我在这画符。打个蛤蟆，
Hello, it's me. 瞎眼吧！我可没有挂虎存仙功。走回家，这没有红 buff 实在是难追人。回家收集者。收集者出完，我们这把再来个什么呢？我们来个死亡之舞吧。这把出死亡之舞是挺好的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给我打个红。这玩意儿打野好快呀、啊！这要干嘛？这要直接推上路高地啊？也行，其实他们家下路有卡莎，我们就直接推上是可以的。给大瞎眼，血祭了，兄弟们！没了，一波了。给我蹬上去，游戏结束了，你是蹬吧呢？没什么能抵挡。在玩什么呢？哎，你这非得蹬我。